韩官小童近日公布恋情，让人大跌眼镜。这条搞刊微博的恋情公布微博，有400多万的点赞，200多万评论，85万转发。这么多点赞，不就是说很被祝福呢？那为啥全是骂鹿晗的啊？这其中明星朋友一致祝福，马思纯还夸奖说纯爷们，但路人粉丝就是一脸懵逼。就在网络上大肆展开各种骂战的时候，晚上鹿晗关晓彤又继续在朋友去秀恩爱。鹿晗的头像还是关晓彤的狗，和人家狗都这么亲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了。不要说因为甜蜜暴击因戏生情，圈内人爆料，人是因为情才一起出演甜蜜暴击，大庭广众之下谈恋爱，最危险的就是最安全的。鹿晗在朋友圈发布一张关晓彤双手遮面一脸娇羞依偎在他肩上的照片，还宠溺配文害羞狼。可以看到下面明星朋友一篇祝福，而 Angelababy 恭喜称你终于可以晒女友了。可见这段感情在圈内好友之间也不是秘密，并且鹿晗隐藏得很难受。鹿晗回复称也是不容易，而关晓彤不久也发了同样的照片并配文真的害羞了，爱也20岁了，都法定了，还有啥好害羞的。而配图中鹿晗这件衣服也是大有来头，曾经鹿晗在微博提问粉丝选哪件，没想到选好了之后是去见了关晓彤。这感情持续多久了也是不清楚了。总的来说，欠迪丽热巴一个道歉，欠鹿晗一座小金人，该给关晓彤一个淡定姐的称号养。